Next to skate, representing Israel, Nelly Iofe. 第一位登场的是以色列选手内利约费。以色列选手内利约费，他刚才的这段短节目是取自音乐剧《猫》。这个音乐剧对大家来说呢，也应该是不陌生了。音乐呢是来自音乐剧《猫》的插曲《回忆》，是由法国香颂演唱家米瑞尔·马蒂厄演唱的法语版，而这首歌呢也是音乐剧《猫》的一个核心的唱段，也是整场音乐剧当中非常高潮的一个部分。内利费约在今天的比赛呢是改变了自己的规划，那原本一开始呢他三周的这个菲利普跳是要计划后面接一个三周的后外点冰，但是呢他是把这个连跳呢改到了后面，也就是两周的后外结环再加两周的后外结环。原本呢他是计划做三周的菲利普跳再加三周的后外点冰，但是在难度方面呢，这样的话两周的跳跃可能会有一定的变化。
内利费约17岁的以色列选手，他的短节目历史最好成绩呢是在2019年的青年大奖赛克罗地亚杯，当时是 51.71 分。那刚才呢他的阿克塞尔两周跳呢是有相应的 GOE 扣分，那么这样就要来看看他所有的得分技术分和节目内容分相加之后 52.43 分是排在了第三位。那第一名的位置呢还是没有发生变化。内利费约呢他是之前在莫斯科去训练，他是在莫斯科的雪豹组去进行女单的训练，而雪豹组呢也是俄罗斯在培养花滑女单选手当中呢非常重要的一个团队，但是相对而言呢他们的场地方面呢没有太大的优势。意大利选手古特曼，来自意大利的选手古特曼。古特曼的身高是1.68米，所以一开始的两个三周的连跳呢，所以看上去就非常的好看。他修长的身形在跳跃的过程当中呢，呈现出了非常美好的画面。
这里就是他一开始的两个接的三周的后外点兵。整场比赛的跳跃呢，唯一的遗憾可能就在于勾手跳了。勾手跳在落地的时候呢，刃没有能够很准确的刻在冰面上，他的跳接的组合的旋转呢是取得了四级的定级。古特曼的音乐呢是选自电影《遮蔽的天空》的主题曲，作曲家呢是坂本龙一，所以整个曲子悠扬，这种婉转的曲调呢加上他修长的身形和柔情的演绎，要看看他最终得分上呢会不会有一定的提高。55.64 分，现在是排在第二位。中央电视台，您现在收看的是2021年世界花样滑冰锦标赛。比赛呢是已经进入到了女子单人滑短节目第二组的较量，这是第二组在本场比赛当中的第八位登场的选手，来自乌克兰的阿尔西波娃。
乌克兰选手阿纳斯塔西亚·阿尔西波娃。他的这段配乐呢，相信很多中国的兵迷朋友呢应该非常的亲切吧，因为这是中国的兵舞组合王世月柳星宇在1819赛季兵舞自由舞的配乐，是来自欧美女歌手伊丽莎白的音乐深意。阿尔西波娃今年是17岁，这个选手呢来自乌克兰，在之前呢他是没有参加过世锦赛的赛事，这是他第一次来到世锦赛的赛场。在完成跳跃的方面呢，一开始这个三周的后外点冰出现问题，但紧接着这个阿克塞尔的两周跳跃呢是稳稳的落在了冰面上，但是刃可能还是稍稍有一些小的瑕疵。西波娃今天这场比赛呢，可能在一些定级的方面，比如说他的定级在接续步方面呢是定为了2级，这个级数相较于之前登场的选手呢是不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级位，那么最高呢是会定到4级，他的跳接的厌世旋转呢是定到了4级。的教练玛丽娜·阿米尔卡诺娃，选手最终的短节目的得分呢是将技术的分值和他们的节目内容分相加，会呈现出他们最终在短节目当中的成绩以及排名。那么第一名的位置呢现在还没有发生任何的改变，依旧是荷兰的选手赞德特，45.07分，有扣分的情况呢，最终呢他是排在第6位。在第二组当中呢已经有3位选手是完成了自己的短节目，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把目光呢要聚焦于比赛场，因为来自中国的选手陈红一马上就要登场了。中国选手陈红一本场比赛是第9位要进行女单短节目演绎的运动员，今年是18岁，他短节目的配乐选自电影《天堂电影院》。
来自中国的选手陈鸿一，他今天的所有跳跃呢都是稳稳地落在冰面上，没有出现跳空或者是摔倒的情况，非常稳定的发挥。陈鸿一呢是今年世锦赛中国队唯一派出的参与女单项目的选手，单枪匹马征战对于陈鸿一来说呢确实是有着一定的压力，因为他需要通过今天的比赛呢取得靠前的名次，来帮助中国代表队在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呢获得参赛的席位。三周的勾手，再连两周的后外点冰跳，衔接的非常的流畅，没有出现失误。但是在比赛的后半段呢，在定级步伐方面，陈鸿一的定级步伐呢是定在了两级，没有达到四级的高度。不过他在今天的场上，前面的选手屡次出现跳跃失误的情况下，能够去完成所有的跳跃衔接，也算是稳定住了自己的心态，应对了今天的挑战。那么现在在女单方面呢，美国、日本和俄罗斯这三个国家的选手的实力非常的强劲，同时今天的比赛还有非常多的黑马涌现，所以陈鸿一想要在今天的赛场当中呢撕出一片天地来，他必须要去展现自己的实力，而今天呢他在跳跃的方面确实已经做到了很好的表现。那现在就要等待的是他在短节目当中技术得分以及节目内容分相加之后最终的总分。这是陈鸿一第二次来到世锦赛的赛场，秀一下自己胸前这个花滑的小徽章。上一次在世锦赛呢，他是排在第19位，58.81分啊，第一名的位置是终于发生了变化。那么现在处在榜首之位的是来自中国的选手陈鸿一，58.81分的总分，处在了第一名的位置。来自芬兰的选手珍妮·萨里宁也是这组当中最后一位登场的运动员。
芬兰选手珍妮萨里宁。他短节目的音乐呢是德彪西的月光，所以整个音乐呢都有一种朦胧宁静的氛围。这位选手呢曾经是两次拿到过北欧锦标赛的冠军，那么在欧锦赛的赛场呢他曾经是排在第33位，之前也是没有参加过世锦赛。开端的3+3的连跳呢是给自己开了一个好头，但是在高度以及远度方面呢还没有能够达到最为理想的状态。他应该是在动作的规划上啊有一定的改变，刚才是跳的是萨霍夫跳，他原本是要做勾手的跳跃，他将三周的勾手呢是改变成了三周的后内结环。那在今年的比赛当中的基础分值方面，三周的勾手跳呢是降分，从5.90分降到了5.30分，所以有些选手在勾手跳的选择上呢可能会有一些思考，没有说是因为它是一个难度性的跳跃我就贸然的使用，因为确实在技术的分值方面呢需要考虑所有的得分相加以及整个一个规划动作的实施和完成的情况。他在短节目当中的最好成绩是60.06分，是在2019年的挑战者芬兰杯达到的。哇，63.54分，刷新了自己短节目的历史最好成绩，现在是排在了第一位。